我们今天来到 Central Market， 超级漂亮的 Food Court， 要来买东西吃。哇哦，真的是琳琅满目，太热闹了。哦，这里的 Toro Fry 这么大一个，马来西亚人就是这么厉害，走到那里买到那里，继续买。Oh yeah， Macaron。哇哦。哇啦喂，乌啦啦，那是槟榔的香薄，哈哈哈哈，这香的物件怪味，这不是槟榔，那个拉姆槟榔真好吃。哇，火车面条。今天我要吃完这个 Center Festival 的 Food Court 的所有食物。第一样要吃的就是这个车仔龟条，没有辣，但是很辣。有辣。这帮阿伯吃了啊。合在的日本 sushi。我来吃个鱼蛋。阿伯吃印度已经走出来了。Oh my goodness！啊，钓鱼 ，octopus 点 wasabi， 太香了，伊话伊这里。介香，介香。来啊！快喷火！这个东阳应该是不怎么能去。omelette 饭哦 ，omelette 饭送的东阳，怪不得这样没去。这盘比较像样一点是泰国的猪脚饭，但是颜色不怎么样。我现在吃一口这个卖相不怎么好的猪脚饭，猪皮，它的皮就像我的脸的皮这样。其实味道还可以，泰国的米饭就是好吃。现在我要吃这个洛强煎鱼开胶饭。我做这里东阳 ，not look good but they say delicious。你一样东阳不输我现在发现我越老越不能吃辣。这个叉烧饭就是 Aki 的，一看就知道是好吃的。看那个猪皮，咔嚓咔嚓。泰国的猪皮。我是在吃石头吗？这么叫脆的。这个景是北海最美的，阿妹请我们吃的。景美，景巴丸。谢谢妹姐。为什么我们跑来泰国吃这些越南的食物？我觉得那几个女的真的是不会买东西的，这个东西极好吃，不要买。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可以？So nice， 这些卖相那么好的全部都没有吃到。阿罗伊玛，这杯泰国的 espresso 竟然有奶的。